帅了好，老子就是让你女儿怀孕的那个人，怎么样，有种咱们单聊啊。圣人有种，快去准备点酒菜，不要让这位壮士饿着上路。不是吧，欢迎回家。好可怕的妻子。原来就是个小屁孩。我说孩子，你能不懂吗？把家伙都收起来吧。啊，没事了。直接打。停手，有意思。同学，你这是演的哪一出啊？我不这么说，你会回来看你的女儿吗？怕是早就忘了吧。你女儿的需要，你完全不懂。是，你是给她一个豪华的家，一堆保镖和管家，你让他衣食无忧，但是这真是他想要的吗？他想要的是来自家庭的温暖，是你们对他的爱。臭小子，你懂得什么是爱吗？你以为这些钱是大风刮来的吗？夏伯伯，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，好好看看吧。只是我终于明白了，他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和你一起快快乐乐地吃一顿饭。他只是希望你能多陪陪他，这在常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幸福，却是他最大的梦想。夏伯伯，你好好想想吧。真的是太感人了呢。小伙子说得好啊。那么我就先告辞了。哎，快闪！